子还得了？就是那个得了个闹，那个剧在演的、啊，就是某某人在那边那边啊，然后他就在那边这样。哎呦，房间有 KTV 的 view 哎，这是一种职业病吗？还是这装潢晚了多了，然后再拿回来装？这个水晶球，你也知道这有两个。哦，刚好切到一半的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应该是有梁，他把它故意再做宽一点，是有啊。如果这里有梁的话，有压到的话，你在延伸的过去同时，你这边不能够是平的，要凹进去的，嗯，然后形成一个间接照。请问这一条的意思是？因为我一直想要老师说，就是去形除煞嘛，我就想。哎，好几个老师哦，剧情除煞老师有讲，可是有时候用这个遮吗？因为我想说这条壁刀真的也很大一条，我就想说好，那我就把它的样子去掉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就自己给搞弄这个东西。它其实这样子真的是一条粘上去，再一条粘下来，对不对？看得更清楚这两条。本来还有点白白红红的，一进来就哇，两条壁刀，对啊，有点像蛇煞哦。有没有？好像有点预感应。老师是否他已经挂了这一个，他就不用再摆这个了？还是他还是需要，但是是用别的？有摆这个的话，就有一个上下阴阳颠倒的一个作用在，当然是有个帮忙加分。五帝钱再放两边也不错。是。所以你这个东西可以踩一下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正常。正常哈。帮你的。正常我们都会这样子。这里有壁刀哈，我们这个板子有没有？板子坐到这里。再做出来点，做出来点，嗯，做出来点。那这个的直角有没有？没有直接这样，去砍到这个的，那形成一个转折，这就是一种包覆，一种遮盖的意思。老师，如果是这样，他就干脆就整个做起来，或者是弄，一般人会整个做起来，他就有压迫感。与其压迫全部，它盖一半还愿意，那么就间接造成。租的啊，租一份子。这个的板子的费用其实不是很高。他都已经把圣诞节的东西拿出来挡了。那很简单，那我们就避，遮挡话都避，遮不行就避。好，那可不可以我的床移过去？对，嗯。那么与其都已经背门了，对，我们站太久。与其都抬头看你，与其都已经背门了，那么不如把这床对背门哎。其实那为什么不放这？当然，他很怕放这边，看他那个侧冲嘛。这个整个移过去了。对对对。哦，对，侧冲这样，侧冲在这里。那我现在侧冲很近，跟背门，跟一样背门挨刀，我们会做三个选择。嗯。那么我选择这个侧冲。嗯。放这里。只要侧冲情况下，我的左边的床不要超过这个门。嗯。那么我会选择侧冲，因为侧冲可以用门帘。对，窗帘就可以做遮挡，后无窗，前无门，门没有冲，壁刀不再来，那睡得好，老公健康好，对，其他这个就可以移过去。如果这房间很大，又没有这个壁刀的话，甚至于把这个柜子，都可以放在维持一个门的宽度，这个地方，那么就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风，天然的屏风又能够好像一个房间的感觉，财位又增加了。所以这个问题算的。老师，那我的床这么大，移过来这边还是会切到呢？啊，与其切全部跟切一点破皮不一样的意思。哦。不可能说完全到达那个阶段，越散越远，越好。嗯。好。对，你们床好像是加大。床好大。对。这是 queen size 吗？不止。加大，就加大而已。这应该是 king size 又加大。对，没有。老师，房间有财位吗？这边见窗，这里又见门。所以是没有财位的啊，唯一好处是说啊，方方正正的，没有缺角。对，夫妻两个人做事规规矩矩，按部就班，没有这种缺角，没有财位啊。那没有财位情况下，我们基本只求睡得好，健康好，精神好，那么钱财自然好。老师，不是可以看面相吗？对，从面相来看的话哈，那这是无知脸书老师的网络的这个节目有没有？从面相来看，你注意看他啊。已经泛红的泪水，已经是苦到已经那个境界了。我觉得他是可能眼影粉掉到眼睛里，是这样子吗？还是难过？没有，我本来就偏累啊，没睡好，我们对压力那么大。你看他耳朵这么好，小时候也是家里面千金大小姐，我眯了耳朵嘞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其实很有福气的长相。一到15岁过得很好，然后15到30岁左右这个额头纹有没有？对。
穿的高宽广，他的父母对他也没有不好，他的面相你看到没有，眉长又弯眉，女人喜欢弯眉，与人和乐，不争执，没有太多的争执，你的脸面相最不讲最差，要不你都讲出来，哎，要不说这个后面这个是老后有点变衰，有没有哈？个性稍微有点倔强，比较强硬，强硬一点点。会哦，会哦。那不是吃槟榔造成的，是先天造成的。那我好最小就是说，他这里两颊有肉，将来哈，我觉得他有翻盘、由贫转富的好机会。哇哦，那醇厚上颌两颊外露，其实是贵命跟贱运。运，你是运第二次见命吗？人家见，运见不是人见吗？哦，就是他其实命是好的，但是他的运程现在走在比较不好的。那如果他是花一点钱去把那个把小脸打掉，哎，会好很多。把金箍棒也掉。跟小甘蔗绿算一块钱。你看他的齿相，粒粒分明。大小谁是牙齿模糊在一起啊？有那个交叉啦，前后参差不一，齿缝多的，尤其是怎么就牙齿是要动的，那个有时候讲句很失礼的话，你到那种欢场去看，很多女孩牙齿有没有？她可以掉五六片还不管，但她可以买一个大包包。不知道，我们都没去过欢场。我去哪些欢场不掉牙齿？我没家，我在以外省成这样。不是啦，好啦，这些人不说什么人都看过，我真的拿名牌包，可是就牙齿掉了，听懂？重庆娃娃都没有牙齿，没有啦，我怎么选下去啊？有一些就是黑道的朋友跟弟弟会招待我，我们去一两次那种。偶尔一两次，你给他讲出来。不是，我讲不是啊。我去，我很快离开。我们没有两句欢场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知道？他不叫我免费看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不好？一定会更好，要保持着正面的力量跟想法。对啊，一定会更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